要不要聊一下进度？进度有再往前。你去年也这样讲啊？放眼明年中。我希望。那如果新专辑还没出来的话，有考虑一下演唱会的 DVD 吗 ？DVD。DVD。你不要再退后了。前阵子刚结束巡演，又去旅游嘛，那接下来就会想要继续休息，还是有什么计划？都也会继续休息跟工作。那新专辑卡关会想要来两杯吗？啊，新专辑做的时候我很认真，所以没办法喝酒。哦，那要不要聊一下进度？进度有再往前。去年这样讲啦，已经录了几首，五六首歌，对，一半了，一半了，对。放眼明年中，我希望可以再早一点。那边都有票，就未来有没有考虑说，哎，年来攻大巨蛋一下？有，如果有机会新的巡演，当然希望可以试试看。不应该新专辑先出来，对不对？对。嗯，那如果新专辑还没出来的话，有考虑一下演唱会的 DVD 吗 ？DVD， 嗯 ，DVD， 音乐也还在做。你不要再退后了。我们聊。恭喜，就是掌声鼓励一下，不用再看到我了。这边感觉遇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同伴在台上。我想问你，你那个演唱会里面有没有哪一套是你音乐一结束就想把它烧掉的？第一名应该就是大艺术家所有的帽子，所有的帽子都很重，一巡演就丢海里，一巡演完就厦门，丢海边。你知道第一名中的就是那个银色女战士那个，哦，那个很重。我们今天帮主力人爆来，我们把帽子丢了。你最想丢海里面的那个帽子，我们把它做成翻糖蛋糕。好，这个是瓜牛哦，好，这个是瓜牛哦。哎，等一下，又是我蛋糕，是不是？你想要丢海边，对不对？对啊。来，请把大海救出来。来，你看看牛面。我们丰富的丢海面，好不好？看你怎么丢啊！你不要真的丢过去，那用手对哈。来，你就做个样子吧，哈。哎，3、2、100，他应该会啊。他能排一排堆的。会。好好，你会是啊。从此之后，终于你不用再互相纠缠了啊！恭喜就是掌声鼓励一下，不用再戴帽子了。来，先把钱先，这可以吃的。好，来，把这个钱放一放，眼睛干净机关了。直接插入脑门啊！好的。好，谢谢啊！他是功成身退，好，再见，谢谢。的确，这五年感觉遇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同伴，然后在台上。我看到我们的工作同仁都很专业的把你们所有的才能全部贡献在这个领域里头，然后当每一个歌迷的称赞这场秀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听球迷的人在背后一次一次锻炼习的话，这个秀不会这么成功，所以再一次谢谢所有
今天来参加的都是曾经踏入过这个 family 的所有的你们，谢谢你。这个 T 恤里有很多我们的汗水，还有我们的泪水，然后希望哪一天再拿起这很臭的 T 恤的时候，可以为你们自己的工作非常的骄傲，然后也希望之后你们出去之后说你们曾经是听着妹，然后大家都会对你刮目相看。我很期待你们可以做出更多更棒的作品，谢谢。好特别、啊！要先试吗？皮蛋是像珍珠一样的概念，是不是？是咸的还是甜的、啊？哦，哎，好奇怪哦！饮料，皮蛋咖啡，皮蛋咖啡，好特别、啊！要先试吗？皮蛋是像珍珠一样的概念，是不是？是咸的还是甜的、啊？哦，哎。好奇怪哦！像这里面相当于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网红的吃法了，不是说是有过往比较久的历史的那种。想不透，为什么要这样吃？你们要喝看这个 ，amazing！ 哦，我想吃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哦，这个是水煮，里面有蔬菜、豆干啊，那个是芋头，嗯，芋头啊，啊对，哦。南昌也都吃辣吗？对啊对，南昌都吃辣。辣，你辣，吃下这个，这个不辣，尝一下。这个吗？这个、冰糖糕，哎，你那口。这是咸的吗？这是甜的。哦，解辣是吗？嗯。哦，这个好吃，那个吃起来像凉糕。对。哎，这真的马上解辣。嗯。还有这个。这是藜蒿炒腊肉，
只有江西这边才有。藜蒿。对，就是我们鄱阳湖上面边上长的一种草、哦啊，本地的一个特色。对，我以为是空心菜，结果是藜蒿，蛮好吃的。这个呢？这个是牛肉拌粉，你这个有点辣，你自己注意一点。辣跟那个很像吃牛肉干的那个卤味牛肉，有吃出这个味道。这个来，那是心肺拌粉，很像吃泡面啊，掉进去了。这是甜的还是咸的？是皮蛋肉饼汤。哦、OK OK、嗯。喜欢吃辣应该会喜欢这个、嗯、这个是不是很红？南昌这边的所有的拌粉都很红，都是以拌粉当早餐的，早上一个拌粉，早餐就吃这么辣，早餐就吃、真的啊，这冬天的时候辣就暖身。我们现在冬天不冷吗？夏天都是这样吃啊，夏天也是